有请主持人赵帅。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耀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伊贝诗纯肌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芝士酸奶就和君乐宝长知识了，本栏目由君乐宝长知识了芝士酸奶特约播出。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他们是谁？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著名媒体评论人于伯宏于老师，欢迎。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红严老师，欢迎。涂磊涂老师，欢迎。了解一下这个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俩在一起快两年了，但是他现在居然背叛了我们的感情，还跟我提分手，他凭什么呀？我跟他分手和别人没关系，是他一直没把我当回事儿。他的异性朋友太多了，我对他心里根本就不重要。他总是不信任我，也总想控制我，之前做过很多特别过分的事儿，我都没想和他分，但是这一次他必须跟我说清楚。他太玩了，每天跟打了鸡血似的闲不下来，我根本管不住他，他也不希望我管他。既然我妨碍他玩，还是分开吧。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张，23岁，来自辽宁职员；女嘉宾小关，22岁，来自天津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怎么认识的呢？学校就是因为一个朋友聚会嘛，啊，然后就感觉他特别可爱，特别的古灵精怪，追了一个多月，然后就追到手了。今儿来干嘛呀？因为他最近就是不经常理我，追别的女孩了。我就翻他手机聊天记录，跟那女生特别暧昧。怎么暧昧了？早安晚安都说，还给他订饭，你知道吧，主持人？谁给谁订？他给他订。那他也给我订过呀。哎呀，这就更互动了。挺开心呗，他给你订。我哪里开心了？因为他之前对我特别好啊，我发烧什么的，他都陪着我去医院啊，挂号什么的。因为我这几天我也发烧了，完之后我昨天39.8度啊。对，完之后我给他打电话。他竟然就说加班很忙，因为他现在上班嘛。我不相信这事儿，我们就没办法了，我们不能打开的心看他。就是因为这个他跟女同事聊天这样，你就要来。不仅是这个样子啊，哦，不仅啊，他聊天记录还有他给那个女生发了个美团截图，烧烤两人餐。你怎么不跟别的同事吃烧烤？你怎么就单个跟他吃烧烤呢？因为那天真的要加班，因为我们两个是一个组，负责一个项目，就加班到10点多，然后第二天你还要上学。我感觉找你的话太折腾了，就两个人吃个饭很正常吧。他这些事儿都没有告诉我，你知道吗？他这些事儿瞒着我。我就是怕你生气，怕你吃醋，所以他不告诉你啊。我觉得就是借口，这就是他狡辩的理由。然后他就说我跟那女同事有事儿，不是，就很不理解。我好奇的问一句，不管跟女同事有没有事儿啊，这加班加的10点多，你不累吗？还要去宵夜？累呀，对呀，那你还宵夜呀？那你吃饭呀？哦，是这么个逻辑哈，所以总不能不吃饭，尤其是跟女同事在一起吃饭特别舒服，是吧？也还行，你看还行，他自己都承认了，所以难怪女朋友生气呢。所以我们发现他的逻辑是这么一个逻辑：你在上学，我不能打扰你，所以我要找一个人来陪我吃饭，这是你的逻辑吧？不，他以前经常黏着我，哦，就是最近他就开始反常了，变化多端，他这个人。所以你跟他分手不就得了吗？你要是这么怀疑他，我挺喜欢他的，我对他还是有那个感情在的，要不我也不会来。那他不都追别的女生去，你还跟他好什么呀？他对我之前实在是太好了，毕竟我们2年多的感情了，在这儿了。那你之前是怎么对待我呀？你说你爱玩，我让你玩，1周7天，你差不多要出去玩7天吧？一场不够，你还要玩2-3场，就跟打了鸡血似的，拦都拦不住。不是玩啥呀？那蹦迪，每天都蹦啊？天天都去。我为什么去？是因为我有男闺蜜，特别爱去，我跟他玩特别开心，真的特别开心。那他呢？他是我男朋友呀。我是男朋友吗？那是好朋友，界限分得很清楚。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我没搞清楚。就是他不爱玩，所以我不带他出去。你现在交朋友都是有功能化的，是吧？爱玩的就是闺蜜，不爱玩的就是男朋友。我不太喜欢爱玩的。那但是你还跟爱玩的一起玩啊，姑娘？我喜欢玩啊，而且现在年轻人的发泄方式不就是这种？谁不蹦迪？不是，跟蹦不蹦迪没关系。现在你是从蹦迪里面又牵扯出来了一个爱玩的男闺蜜，对吧？男生闺蜜见过吗？
见过，肯定见过呀。他俩天天天天去蹦迪，天天去，天天去，不带你去，基本上天天去。我那不问问不回我。不，我带他去过一次，完朋友说你男朋友怎么一动不动跟木头一样啊？那我不就是要陪着你去吗？还就要看看你吗？还瞪着我，特别恐怖。就跟他在一起蹦迪是恐怖片是吧？对。跟男闺蜜在一起蹦迪就是极乐世界。你看，没错。那你什么时候跟他在一起就是开心的呢？姑娘，每天夜里去蹦迪，白天去上课，你们俩在什么时候能开心呢？他对我不是挺好的吗？我觉得很开心。所以。你去了你不吃醋吗？我肯定要吃醋啊。那你要求他，你说别去，我不高兴啊，我不开心呐。那根本不听。然后那天是怎么回事呢？他发朋友圈之前，我给他发了无数条微信，人一个都没回。说到这件事，有时间发朋友圈，没时间回我微信啊。说到这件事，我就生气，你知道吗？我跟我男闺蜜不是去蹦迪吗？我发了个朋友圈，他直接气势汹汹的过来，还把我们那卡座果盘全摔了。这是干啥呀，兄弟？我来气呀。气啥呀？你那朋友圈发的是啥呀？俩人手牵手，不是手牵手怎么这么牵啊？这样都这样了，就俩人面对面牵手，差点都亲上。然后你就去了是吧？对呀、啊，就把东西给撇了。对呀、啊，我因为我来气呀、啊，我就拽他走，他就不走、啊。为啥不跟他走呢？我还在没玩尽兴呢。然后他还让我坐下来陪他玩，我那么来气。我没想陪他玩，就是他已经过来了，我就想让他就看着我吧，那就只能看着我了。哎呀，盯着我吧，你就。那你这恋爱谈的是个啥嘛？就白天人家上课嘛，晚上人家去跟男闺蜜蹦迪嘛，那你这跟谁谈恋爱呢？对我是啥呀？我问你呢。我也不知道我是啥，现在。姑娘，他是你的啥？他是我的男朋友。啊、那还是糊涂啊。那针对他这种情况，你就不采取点什么措施？比如说跟他商量，跟他谈，咱不去了，不动。我跟他谈根本谈不了。那你咋整啊？就非得去。啊，然后呢？那我就自己生闷气。这不是我替他说话啊，就是他跟女同事去吃饭，现在我略微的有一点能理解了，你知道吗？你说我们怎么过呀？这个主要是太能管我了，黏着我，约束我。他哪儿管你了？管我了。上回你知道吗？就是他把我那个男闺蜜删了，还把我300多个小哥哥全部删除，就给我留了34位女生。那我为啥拉黑啊？那个男闺蜜不能删吧？一个学校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把人家删了干什么呀？反正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删了也无所谓，总是能见，对吧？那他也不能这么做，太过分了，我觉得。刚才我就是想删，看着来气。哎，行吧。除了删你的这个微信之外，还对你做了些什么呀，姑娘？说这个事儿更来气了啊！就是那次他答应好我了，就说让我去蹦迪，然后去找他嘛。他给我做一大丰盛的菜，过去了之后呢，我就吃没几口，人在楼下等着我了，他就生气了，就给我锁屋子里了。所以怎么办呢？就生气了，我砸东西了，把那屋子里东西都砸了。对。差点把家都给拆了。他呀，该拆你锁人家干嘛？因为我给他做了一桌子他自己爱吃的菜，啊，自己就吃两口就要走啊。当时我就来气了，凭啥呀？啊，他们就那么重要吗？对，之前天天去，就今天不去能死是吗？能死。他拆家你在干嘛呢？我拦着他呀，我根本拦不住，然后把我那个书在书架上全扯下来了，气死了。后来呢？后来就给他跪下了，因为我气得急哭，你知道吗？他看我那个样子，反正你跪下了。对。他砰跪下了，我也不知道为啥跪了，你知道吗？我真懵了，我就砰跪下了。他就是想跟我道歉，他就觉得哦，不应该这么坚持。你在干嘛？他砰就跪下了。我站着愣神了。跪啥呀？我也不知道为啥跪。因为我就要跟他分手那天，我就觉得你这样非法监禁，我真的是做的太错了。然后呢？反正就是后来也好了。不，怎么就好了呢？就跪下就好了？我就原谅他了，原谅他，我就又去蹦迪了。那天晚上，其实说白了，他给你跪完之后，他把门打开了。然后说你去跟闺蜜蹦迪吧，是这意思吧？对，她为了不跟我分手，她只能这么卑微着。确实是卑，那你图什么呀？我就是来气，我就是不想让她去。那你后来不是还让人去了吗？我让她回家。回了吗？应该没回，好像是。那你没送她回家呀？不让送。这恋爱谈，你们这是谈恋爱吗，姑娘？我本来就喜欢玩，我就爱玩这个东西。那你就别谈恋爱了呀。我之前跟他说了，我特别爱玩，我说你可以同意我这么爱玩吗？他自己说同意的。那他也太爱玩了。不是，你们俩今天来这儿是谁要来？我要来的。来干嘛？他都跟女同事那样了。所以你要干嘛呀？挽留他呀。怎么又提到挽留呢？谁要分手啊？现在？
他跟我要是要分手吗？什么时候想清楚这件事儿的就分手？也是最近吧。真想明白了？对，太累了。通过什么事儿你就领悟了分手才是唯一的正确之路呢？我根本管不住他。真分还是假分？真分。哎呀，我怎么听着又像关的那一次，就是先把事儿闹大了，最后又跪下来。你今儿可别再跪下来了啊。你怎么没跟你男闺蜜好上呢？对啊，他又那么爱玩。对呀，对呀。哎呀，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不是很合适，就有一块玩的朋友，我对他也不来电，他对我也不来电。所以在你的心里面，其实你知道谁对你好，谁是跟你玩玩的，对，是吧？嗯，这个是对你好的，是吧？对。所以他现在要走了，你又舍不得了，是吧？嗯，行。你对他管制的最强方式，除了关他，还有别的方式吗？给我妈打电话。给谁？给我妈。你管他给你妈打电话干嘛呀？我是真不知道咋管他了。然后呢？我妈就给他打电话。他妈给我打电话了。跟你说什么呀？就跟我说，女孩子家家别老出去外面玩去。然后呢？就他把这件事都告诉他妈妈了，你知道吧？让他妈妈怎么想我以后怎么去他家呀？这倒是去不了了啊。他妈说话你听吗？妈说话我听了，他就让我就是别出去玩。所以现在一物降一物，等于他妈把你给降住了是吧？也不是，就那次电话我没出去。你还干过什么？就是说有一次嘛，就是朋友说晚上出去吃饭，然后因为他之前说今天晚上他也要去吃饭，但是不是跟你是吧？对，但是告诉我位置了，我就寻思去找他吧，但是不坐一桌，嗯，在旁边桌吃就看着他吧。才不是。然后他就说我不信任他，看着他。啊，你们俩在同一个餐厅，你跟于老师吃饭。你跟左老师吃饭就互相这么看着，是这意思吗？对，他就盯着我呀。我觉得他不是来吃饭的，他就想，就是他怀疑我，他就觉得我是肯定跟别人男生吃饭去了。所以他就确实是跟男生还是跟女生吃饭？跟女生，确实是跟女生，是我的室友。他就是不相信我，不信任我。然后后来我就去他桌给他闺蜜就是打个招呼，然后就打我踹我，说我不信任他。我不是踹他，我就是这样。然后呢？哼，他还乐，你看。哎呦，那个乐的那个，哎呀！然后我就接着哄吧，又跪下了。这回没跪，这回是给他写个信。啊，写什么信呢？就是微信拉黑，电话拉黑了吗？给他写个信嘛。书信啊？对啊。信的内容写的什么呀？就是各种道歉呗，认个怂。你错在哪儿了？你怎么道的歉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说错，我就错了。可以啊，姑娘，这个男朋友不想放吧？就这么听话是吧？再也找不着像他这样的了。这，你很清楚这件事儿是吧？对。这种也不太好找是吧？这也太不好找了。行吧，老师们，你们好好帮我们教育教育这俩活宝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爱玩是人的天性，其实每个人都爱玩，但是大家对于玩的概念是不同的。比如说偶尔出去喝点小酒蹦个迪，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妥，但是你这个蹦迪频率是不是忒高了？一个礼拜蹦七天，你觉得你跟你的男闺蜜们这样手牵着手是这个场合应该有的动作是吗？你的男朋友看到这样的画面，你男朋友妈妈想象这样的画面的时候，他们会作何感想？你错了没有？错了。认错倒是挺快，你改不改？改，我可以少去几次吗？一个礼拜去几次呀？三次。隔天一去。嗯，对吧？对。而且刚才我听到了什么？微信上删掉了我300多个小哥哥，还剩34个女生。34个女生。34个女生。所以就是等于你的微信里有300多个男生和34个女生构成，对吗？这是一个正常的微信结构吗？我不怎么跟他们说话的，我只是加他们而已，跟他们一起蹦迪。我就只跟男闺蜜蹦迪。你明明在另外一个男人那儿获取了快乐，你只是跟他没有其他的进一步的关系，但是你在精神上对那个男生是有依赖的，所以你的男朋友当然会介怀。改不改？改。男生，我刚才听到了什么？我不知道我是个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跪下，我不知道我错哪儿了。你23岁的人了，一问三不知，你是被他灌了迷药了吗？你要有自己的判断力，不要什么事儿都回家找我妈。
你妈能管天管地，还能管到你女朋友到底去不去蹦迪吗？所以你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和判断。我现在给你最重要的判断就是，这个女孩不适合你，她改不改她都不适合你。你看她今天如此的闪耀在舞台上，你再看看你如此的质朴。并不是说你不好，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爱好兴趣，在特殊的年龄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是你自己选择，没关系。但是你们两个不合适，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路不同不相为伍。祝你们各自幸福。好，谢谢孙老师。我现以长辈的身份和你说一句话，不要轻易的随便的给别人下跪。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苍天和娘亲。你妈妈要伤心的。当时你喜欢她的原因，因为她外向、开朗、活泼、可爱。但是呢，追到手了以后，你突然发现她的外向、开朗、活泼、可爱是你不能忍受的，所以你采取了跟踪监视，还把她反锁在家，甚至把你妈妈都搬出来了。这就说明你们的爱情已经没有明天了。因为你想，他妈妈是看在儿子的面上，在电话上是忍着性子来劝你的。哪一天你真的成为了他们家的媳妇，你们婆媳之间那一个裂痕在这一刻已经存在了。以后婆媳怎么相处，其实处理很简单。在当时，你如果信任他就放手，如果你怀疑他就分手。再说到你婆婆爱玩，我认为这是天性，很自然很正常，但过度了那就不对了。特别是那个男闺蜜，我也相信异性之间是有纯粹的友谊的。你有没有考虑过男朋友的感受啊？这样的一种男闺蜜的关系，他必然会打破你和男朋友的爱情平衡。并不是我老古董，我认为有了男朋友就不要男闺蜜。你现在今天要来的，很显然他要和你分手了，你不甘心放不下了吧？对，我舍不得。但是确实爱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对吧？对对对，对，分手也不需要理由的。所以你们两个人还真要慎重的思考一下，如果他真的提出分手，真心想和你分手，那你真要放手，然后放下自己。你千万不要死缠烂打，我看得出你的性格很活泼，在死缠烂打上你也会很可爱，甚至这种可爱会走极端。所以你也能够在今天大家好合好散，我也这么愿望。好，谢谢包红秀。女生喜欢玩很任性，不喜欢男闺蜜，但我喜欢和他玩。男生呢相对文静一些啊，不喜欢女同事，但我喜欢他的性格。你看你俩像不像？只不过表现出来的是他爱玩爱闹，你呢爱静爱聊，但其实你们俩对待这份感情和对待自己的感受是很相像的，都非常的任性，都非常的没有边界感。我们人成长的标志是什么？是有规则，有节制。长大了就知道，有些事情我该做，有些事情我不该做，有些事情我想做，但是我要控制。你们有控制吗？如果男生你真觉得这样一个爱玩的女生我没有办法跟她接触，我不适合，拜托你先分手，再去和女同事谈心。每个人都要有规则感，有边界，有控制，才配拥有快乐，否则就是一团浆糊，一天跳七次蹦七次迪，今天说改一次都不去了。你这说出来话负责任吗？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就不要轻易说出来啊。请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谈恋爱需要时间去谈，你要分出时间去恋爱去学习。我们作为成年人要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好，我是学生我应该做什么，我是上班的人员我应该做什么，我是女朋友我应不应该天天和男闺蜜出去玩，我是男朋友我应不应该半夜和女同事去吃宵夜。如果你们连起码的边界规则都没有，先学做人，先学成长，
再说恋爱，你们摸爬滚打着一起前进吧，但别拖上你妈。希望你们快点长大，开开心心。好，谢谢叶老师。你一个礼拜去七天蹦迪是吗？对。谁花钱？男闺蜜花钱。谁接送你？他接送。喝酒吗？喝一点儿。几点回？平时都是两三点回。花着别人的钱，坐着别人的车，跳着自己的舞，你还知不知道羞愧？男生说，当初喜欢你是因为你像一个快乐的小精灵，给周围的人都带去快乐。我就一直在这儿想，你这种清纯是不是装出来的？你之前对我也挺好的，所以我这次是真的做了改变了，我希望你能回来行吗？我们在一起也快两年了，爱你是真的，希望被你爱也是真的，但是我就希望你能少出去玩两次，多看个书，多学学习。一直在改，慢慢的改嘛。你别说了，你别说，让我好好想想吧。你想想咱俩的这两年曾经的回忆吗？我真的最近太累了，你让我好好想想吧。你让我好好想想吧。我明白了。喝知识长知识，保卫爱情靠知识。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君乐宝，长知识了，爱的记忆箱，请开箱。哟，什么呀这是？来。女生那放的是什么呀？退烧贴，我真是发烧了，我现在还烧着。哦。但是我昨天给他的电话就不回我了，因为之前发烧都是他陪着我，现在也不陪着我了。哦。嗯。这是什么呀？这是一个小药箱，因为他比较爱玩嘛，然后第二天就容易生病，容易发烧感冒。然后家里还没有药，然后晚上还没有地方去买，我就把所有的药，就是各种各样的药都给他买的放里面了，就是希望他以后能照顾好自己吧。珍惜眼前的生活，不良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改起来，姑娘是挺难的，但是不因为难就说我慢慢的改啊，那个会毁了你的人生的，其实现在还来得及。但是如果你不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你的人生就会被巨大的影响，也许就是另外一种人生。所以珍惜自己，珍惜生活，好吗？好，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啊！其实去玩就是因为任性，他离开倒是给你上了一课，即使再爱你的人，因为你的任性也会离开你。能回来好不好吗？我们没有这个办法，唯一能够让他回来的，或者让爱情回来的，你得照老师们说的话去，认真的生活，好好的学习。远离那些在这个年龄不该去的地方，好吗？明白了。好，谢谢你，请回。如果眼泪可以冲掉委屈的话，我相信每个人都愿意用眼泪去冲刷。所以在年轻的时候，请学会约束自己。好了，接下来了解一下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你还是忘不了他？难道我永远只是他的影子吗？我们之间可能真的不合适，你的控制欲，你的心机，你的欺骗，让我真的很后怕。为什么你眼中都是对我的误解？我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不论怎么样，你都不该，也不能离开我。我们别再彼此折磨了，求求你放手吧。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张，26岁，来自河北导购；女嘉宾小天，22岁，来自河北销售。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女嘉宾在这个小片里说忘不掉他，这个他指的是谁呀？他的前女友。为什么你觉得忘不掉他呢？他在生活中老跟我提起他的前女友，老拿我跟他比较。啊，还比较啊？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我们俩是大学同学，我是有一天跟我闺蜜一起去散步，然后我们就去篮球场上，就看见他打篮球很帅，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有点感觉了，就然后呢就认识了。啊，后来不知不觉中，然后我就经常去篮球场看他打篮球。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他跟我闺蜜在一起了，我就觉得明明是我先喜欢的他，他却跟我闺蜜在一起了。啊，然后呢？然后我就觉得是他抢走了我的男朋友。对，闺蜜先跟他好了是吧？那后来怎么他又变成你男朋友了呢？这一转，后来他们两个分手了，然后我一直陪着他，我们俩就渐渐走到了一起。为什么跟前女友分手啊？主持人，就是我跟我前女友感情一直很好，有一次他突然跟我说分手，我当时也是挺年轻气盛，就是有点抹不开面。不是，前女友为什么跟你分手你可没说呀？我也不知道嘛，当时你也不知道就分了？对，就是突然间就跟我分了，后来我就跟他在一起了。哦，就是你跟你前女友分手跟他没关系对吧？当时我就是有点爱不开面嘛，也没问他，就是我前女友向我提的分手。那你跟你前女友交往的时候，知道你现女友是你前女友的闺蜜吗？当时知道。哦，是知道的。啊，是是。所以你跟你前女友分手是跟现女友没有关系的，按你们俩的说法是这意思吗？反正当时我不知道。当时不知道。对 对, 对。看来还有后话，是这意思吗？那肯定有后话。好，那你们就往下讲吧。就是后来我不跟他在一起了。啊，一开始跟他交往挺好的，但后来时间越来越长，我发现我俩没法在一块处了，根本都。为啥？举个例子吧，平时我俩吃饭，我跟我前女友吃的都是食堂路边摊，感觉挺开心的。但是和她呢，她就会去那种人均100-200元的餐厅，要不就是日料西餐。我感觉我跟她消费观点就差距太大了。你跟你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大学生，那个时候只吃些食堂路边摊，我也是啊。那现在跟以前能一样吗？现在你都已经毕业好几年了，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也都工作了，那我们不能现在还去跑去学校吃食堂吧？我现在赚钱了，我不能吃一些更高级的食物吗？而且我跟你在一起，我没有花你的钱吧？几乎每一次都是你掏一次或者我掏一次，怎么样的？你不能总是让我每天跟你吃泡面吧？那行，吃饭我也不想多说，就说咱俩平常聊天根本就没有话题。我跟我前女友聊天聊什么？聊的都是平时生活中小事儿，要就看看书看看电影什么的。跟你呢，你就跟我知道名牌包，要就化妆品，去哪儿旅游，还有工作上尔虞我诈，如何如何往上爬。
这些我听了都烦了，我也不想跟你多聊什么。现在哪个女生不喜欢化妆品？我爱美有错吗？现在男生都很喜欢爱美，都很爱美，我怎么了？这是很正常的好吗？而且我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你带出去也很有面子呀。我就是想过得精致一点，我就是想每天都化个漂漂亮亮的妆出门去，我就很开心。我不想说那些不化妆的女孩怎么怎么不好，但是我就是跟她们不一样，我就是想让自己更精致一点。那我就不喜欢这种化妆的女孩，我就喜欢简单的。可是我就是喜欢化妆啊，我就是想让自己精致，我有错吗？那就分了呗，吵什么呀？等于按男生的说法，从消费观开始，你们俩可能有很多东西就不合，对吧？对，我还感觉就是他这人对我的控制欲太强，开始删我的通讯录里女性的联系方式，要不就是跟我说不让我和异性聊天，还有什么电话响三声必须接，微信一分钟内必须回。你有意思吗？我这样活真是太累了。那我是为了什么呀？我还不是因为关心你，我爱你，我就是不想看到你跟别的异性聊天。而且你是什么公司啊？你每天需要跟那么多女性客户聊天吗？那咋？这都是我同事啊，我做的工作上的事儿，有什么不行的？那你有必要跟他们聊得那么频繁吗？你微信都没有那么长时间来陪我聊天。我不回你消息就不代表我没看这点消息，我就是不想回。你跟我这么长时间，你不懂我吗？你不想回我，你还回得这么理直气壮。我是你女朋友，你不想回复我，你想回复谁呀？我又没有骗你什么的，我确实就是不想回。管你的手机，管你的交往，还管你什么呀？生活中很多事儿他都管，比如说有一次他把我最重要的东西都给丢了。什么是你最重要的东西啊？主持人，你问他最重要的东西什么，我都觉得很可笑。那是我前女友留给我一些纪念品，火车票还有电影票，我都放一个小盒里了。有一次我回家，我就想看看，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我还问他去哪儿了，他说他打扫卫生当垃圾给扔了。可是呢，你知道吗？他根本就不打扫卫生，都是我打扫，每次就是故意的这人。对呀，我就是故意的呀，我早就想把他扔了，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我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你一直老提你前女友，还留着他的东西，你让我心里怎么想？凭什么他的影子无处不在，还一直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我扔他有错吗？那你也没必要跟我打招呼吧。跟你商量，你能答应我把他扔了呀？而且上次我跟你说完之后，你就跟发了疯似的去垃圾站到处找。你才疯了吗？你那天撕心裂肺跟我喊什么呀？你到底想让我咋办？我就是想让你断了这个念想，我不要你前女友老是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就想的时候看一看，这都不行吗？不行，想你前女友 那我算什么？不是，你听我说，那你不知道你自己挺有心机吗？我有心机？我怎么就有心机了？你不要给我乱扣帽子好吗？就说上回咱俩约会下午3点的电影，但是中午时候我公司突然告诉我下午得开会，我去不了，而且你也表示同意改天去。过一个小时你给我发微信体温计39度照片，然后我请假回去了，看你啥事没有啊？你这咋解释？故意玩我吗？我怎么就故意玩呀？那我证明我在你心里很重要，我有错吗？你那个会又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说句不好听的，你自己在你公司什么地位你不知道吗？跟那个不重要的会议比起来，是不是应该我更重要呢？我是你的女朋友。你忘了上次你跟我说你喝醉酒了，然后我也是正在跟我很重要的客户在谈一笔很重要的生意。那我听你喝醉了，我不也是立刻赶回去了？那为什么我能永远把你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你就不能？那咋了？你能做到的事就非得强加在我身上？打断一下，打断一下，有点听不下去了，姑娘啊，这个小伙子我也听不下去了啊。今天你是来分手的是吧？是是是，你是不想分是吧？对。我其实很关注，因为话里话外好像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都提到了男生的前女友和女生的闺蜜，对吧？然后这男生开场的时候我说看来后面还有故事啊，那个到底是什么故事你能跟我讲吗？为什么你的前女友跟你分手？其实咋回事？其实他，我想和他分手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一直在骗我。骗你什么了呢？有一回我在大街上走，突然碰见我前女友的一个朋友啊，我就想上前问候一下我前女友的现状。啊，你问啥现状？都分手了。分手了，我还是一直没有忘前女友。而且那你没忘，你别谈恋爱呀，你追她呀。对呀，对呀，一开始我和她相处的时候，我之前已经跟她说好了，我就说我心里还有前女友，但是她还表示很同意，她表示很同意我俩才在一块儿。她要不同意，我就不跟她在一起。哦，那你前女友跟你提分手的时候理由是什么呢？主任，你听我说呀，这件事我才知道分手主要原因，要不我根本就不知道。啊，啥原因？就是那朋友跟我说。我前女友跟我分手的主要原因就是她说我和她劈腿。啥意思？我没听懂。就是你前女友认为你跟她劈腿了。对，就是说我出轨了，这意思就是。那你出轨了吗？我当时根本都不知道，我还问那朋友谁跟你说的，她说是她说的。就是小伙子讲的意思是说
他的前女友，你的好闺蜜之所以跟他提出分手，是因为你跟他的前女友，你的好闺蜜说了，你现在的男朋友跟你在一起了，是你干的事儿吗？对，我承认那件事情是我做的，但是我也是无心的呀。我跟他前女友是闺蜜嘛，那天也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们两个的一个共同朋友过生日，一起去吃了点饭，喝了点酒，然后我也是借着酒就跟他前女友胡乱说了些什么，就说我们两个互相有好感了，已经在一起之类的胡话。我也没有想到他前女友那么小心眼，我跟他说了这些之后，他第二天就跟他分手了呀。然后他也没有追问为什么分手，不要分手什么的。那我也觉得他们两个的感情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深，而且我早就喜欢他，我一直都喜欢他嘛。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机会我能得到他们两个分手了，我就没有告诉他这个事情。就是在骗人吗？这不是？不是，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你喜欢你前女友吗？喜欢呢。那为什么他跟你提出分手你不问原因呢？当时就是有点抹不开面子。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跟他分手去找前女友是吧？我现在的目的就是想马上跟他分手。那你的前女友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呢？啥状况？我根本就找不到他了。他刚才说在跟你交往的时候就告诉你说他心里一直有他的前女友。对，是实话吗？是。这你怎么能接受呢？我以为时间长了他也会慢慢对我有感情的，他会慢慢忘了他的。那你变成他女朋友之后，你觉得你跟他合适吗？合适啊。他可刚才说了你们俩那么多种种的不同。那是他的问题。甚至他认为你在人品上都有问题。他一直都觉得我人品有问题，都是他的臆想。那你不觉得天天跟一个看不起你的人在一起生活或者恋爱是对你挺羞辱的一件事儿吗？可是我就是喜欢他，我就是不想跟他分开啊。你要坚定的分手，为什么非要闹到这儿来呢？他要来你就来吗？你可以在生活里分了呀。我不想那样做的不了了之，我就是想让他同意，就是我俩好聚好散。你的意思就是他不同意你就不分是吗？现在就是这个状况。俩糊涂虫啊。老师们你们看看这应该怎么收拾啊。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好朋友的男朋友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变成自己的男朋友，我想告诉你的是，姑娘，你化再精致的妆，穿再美的华服，出入再高档的场所，也掩盖不了你自己内心的缺失。你所有的行为都在试图证明你自己。你真的是喜欢他吗？你是喜欢得到他的感觉，从别的女孩身上抢回来的那种感觉，来证明你的魅力。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觉得抢来的东西就是好的，你是多么的自卑，你是多么的没有勇气面对真正的现实的属于你的生活。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可怜吗？对面那个男人心里面住着别的女人，他生命当中跟我讲说他丢了最重要的东西，是和前女友的记忆。你可怜吗？你就像偶像剧里的女二号，充满着心机，但是又让我们充满着同情和可怜，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好吗？男孩，不管你对你的前女友有多喜欢有多爱，你喜欢人家你就追人家，跟人家在一起。不然如果你进入到了新的情感当中，就不要让你现在的任何一个女朋友承受那些她不应该承受的负累。凭什么我的男人心里住着另外一个女人？你可以不接受她，你觉得她不好，你跟她分手没关系。但如果你开启了一段新的感情，麻烦你前女友就是生命走过的那些岁月里陪伴的人而已。最后送给你们一句话，就是做一个坦荡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有尺度的人。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我原本一直以为防火防盗防闺蜜这只是一句调侃的玩笑话，但姑娘你今天让我看到了现实版。小伙子先说你，虽然你的前女友和你分手你很无辜，但是分手这么短的时间你就和前女友的闺蜜好上了，你难道这么耐不住寂寞吗？自己选的路结果走错了方向，我想你只能怪自己。爱情是自私的，但爱情它是有底线的。你在这一段爱情当中，你不但击破了爱情的底线，你还击破了良知的底线。
确实我们在你身上看到了小女生不该有的沉浮，不该有的欲望，最后会使你自己更加的烦恼，更加的痛苦，更加的可怜，甚至更加的悲哀。另外你刚才耿耿于怀，他对你控制也很强，我认为很好理解啊，因为你们两个人走在一起，他所展现出来的并不纯粹是爱情，有相当部分是占有欲。我之前和小伙子说一句话，这样的爱情你消费不起，你现在该做的是想方设法找到你的前女友，向她表达真诚的歉意。好，谢谢包皇兄。我倒是认为男生你也没有什么脸面去找前女友，今天这样的选择不是他刀架你脖子上让你去做的。当初如果你爱的那个女孩跟你说分手，你但凡是有勇气有责任的一个男生，你至少应该问清楚，至少因为你爱她想要去挽回。你既然没有做这些选择也就罢了，你还去和前女友的闺蜜那里寻找慰藉，大家都在惯这个女生，我也觉得她有问题，但我真的觉得你们各打五十大板，你的问题一点不比她轻。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脸去找前女友吗？说对不起，我是受了别人的挑拨，你自己的心在哪里啊？能被别人欺骗还不是因为你自己心里摇摆不定，你自己心里不纯净才会招惹是非，所以你要检讨你自己的问题。而且我劝你，前女友分手了就是分手了，无论什么样的原因，请你珍惜当下的生活。我不是让你珍惜她哦，重拾自己心中的爱情才有可能收获未来的幸福，否则你就来来回回的摇摆，最后受苦的还是自己。谢谢。好，谢谢杨老师。来，涂老师，我问你一句话，你坦诚地回答我，你真的心安理得？你第一眼看到的男朋友，其实你当初在篮球场上的时候，你有机会第一时间表白的。你回答我为什么没有办法？你是不是在你的女闺蜜跟你眼前的这位男生恋爱的时候，你还出了不少主意？既然你有机会先行表白，你为什么不吐露你的真诚？因为你自卑。即便是跟你的闺蜜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去竞争一个爱情，你也不敢。你也只是在酒醉过后似是而非地说了一句搅和别人爱情的话，也袒露了你的自卑。我不知道是谁教会了你，还是你以前的生活经历告诉你，不靠点算计自己的日子是过不好的。但是经过你这种种事情到现在，你应该明白一个道理，简单的未必是最好的。
可能我的方式有些不好，但是我真的很爱你，很喜欢你，想跟你在一起走下去，不想跟你分手。啊，你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女孩子，但是无论你做的再好，我感觉咱俩确实是不合适，在生活各个方面吧，确实是不合适。咱俩以后能做朋友，但是做情侣还是算了。就像刚才老师们所说的，我回去以后也会找到自己的自尊，重新决定一下自己的感情。希望你以后过得快乐。喝知识，长知识，保卫爱情靠知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君乐宝，长知识了，爱的记忆箱，请开箱。来吧。这是什么呀？女生介绍一下。这是她送我的一个 AJ 的 T 恤。因为他打篮球才喜欢上他的，然后上面是他的代号和打篮球的编号，是他特意为我定制的一个 T 恤，然后我一直很喜欢穿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T 恤已经很旧了，但是我一直很喜欢穿它，就因为穿的时间太久了，次数也很多，我一直把它当作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哦，这是一个人自愿送你的是吧？对。如果这件东西是你偷来的，你还敢那么穿吗？好，安生，女生手里拿的是什么？啊，这是一个水晶天鹅。嗯，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水晶代表纯洁，天鹅代表美好。我也很喜欢就是纯洁美好的女孩，也希望就是咱俩在分手以后，你以后会变成这种纯洁而美好的女孩吧。哎，你纯洁而美好吧？我纯洁美好。我认为我纯洁美好。你女朋友跟你前女友跟你提出分手的时候，你连个理由都不问。如果你爱她，你就那么轻易让她走？如果你纯洁而美好，你前女友没走两天，她的闺蜜来了以后，你就说那我们俩就在一起吧。但是我告诉你啊，我心里还装着别人。别看今天老师们说女生说的多一些，其实在这个段关系当中，你的问题你也好好想想。是。好了，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年轻人自己的。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啊，这个算是一个我们乐见其成的一个结局和结果，至少在这个现场，这种离开表明了他们愿意重新审视曾经发生过的那段情感关系。希望今天老师们的话为你们未来的人生提供一些参考价值，希望你们的未来是一片光明的，希望你们人生的道路走得更顺畅一些。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金鱼 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一起进入到金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险节。有网友提问说，我和老公结婚3年了，有一个女儿，可是她重男轻女的观念特别的重，一直还想要二胎。我们都属于事业刚起步的阶段，又还还着房贷，根本没有钱养2个孩子。她的父母也一直添油加醋，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吵了很久。我道生育权是女性的权利，那如果她连这点都不懂得尊重的话，你就一边晾着她。其实男人更要考量生二胎究竟能不能负得起这样的责任。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耀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伊贝诗纯净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再一次的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